大神。啊，对对，就是呢，第一句，有人只有买高赞的，但是我们是更加要的。谢谢哈，高赞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高赞，好好好。周杰伦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一个普通教师的家庭，后来台北县改名为新北市，坐落于台北市的周边。周杰伦的祖籍位于福建，父亲周耀中是丹江中学的物理老师，母亲叶惠美是丹江中学的美术老师。年幼时期，母亲看出他的音乐天赋，用家中积蓄给周杰伦买了一架钢琴，并邀请学校的音乐老师专门辅导他的乐理知识。音乐的启蒙老师戴国英将他推荐给钢琴资深教授甘博文，直到父母离异，十年的钢琴课才戛然而止。童年的他总是被剥夺玩的权利，许多日子都是在钢琴边度过的。由于天资聪颖，再加上绝对音感的天赋，周杰伦很快显示出自己的音乐才华。可是在他读国中二年级时，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并协议商定由叶惠美抚养周杰伦。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让周杰伦一度苦恼。中考时，周杰伦没有考上普通高中。同年，他因为擅长钢琴而被淡江中学第一届音乐班录取。虽然父母的离异与联考失败曾让周杰伦很挫折，但这也成为他对音乐的动力之一。在高中时期，周杰伦主修钢琴，辅修大提琴，并且积累下非常深厚的古典功底，这一功底为他将来在音乐产业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不过除了音乐，对其他的学习他常常并不上心，翘课打篮球成为家常便饭，科目中英语最差，联考两次总分不到100，自称学习不差，只是不是很好。车从台北去淡水上学，途中需要坐船。高中毕业以后，他两次报考台北大学音乐系均没有被录取，于是他开始一边在一家餐馆打工，一边为他的音乐梦想做准备。那时的周杰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当一个音乐老师。1997年，一个学妹替他报名参加超级新人网，参赛是周杰伦弹女学生唱的形式。当时比赛的评委之一是陶喆。情侣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我问情侣，你问的不要笑成这样子。对，不是，他不是笑的，我两位是情侣。什么意思？人家的女生都有味道。好，这是一号周杰伦。节目结束后，当时创立阿尔法音乐的吴宗宪到后台找到周杰伦，签下周杰伦作为公司唯一的作曲人。Oh,
从1997年至1999年这数年时间里，周杰伦音乐作曲，每首录用的歌可领酬劳20000元。他极少离开公司7楼的隔音间，只是专心写歌。未出道前，他没有粉丝，没有人山人海的涌动，没有如今无可撼动的乐坛地位，有的只是一小片间距，从皮沙发到蓝绿色墙壁间的金黄色地板，坐落在东台北的一栋灰色大楼上。在阿尔法唱片公司的录音室内，总是能看见一个戴着鸭舌帽、不怎么爱说话的大男孩。这是周杰伦当年仅有的小天地，一个可以让他倦身小睡的狭小缝隙。他在这里反复梦到旋律和歌词，当曲子的片段像梦游的声带般泉涌而来，他就会起身，踉跄地走向键盘，把如今夜景般的旋律写成乐谱。说到这里，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，他和周杰伦堪称双剑合璧，却少有人知他和周杰伦过去的故事。他就是方文山，两人同时迁入阿尔法公司。一次，吴宗宪询问方文山，周杰伦创作的曲子如何？方文山表示一般。不料周杰伦就在门后偷听，听到方文山的评价，他从此将方文山打入不懂音乐的黑名单，两个人一直看对方不爽。周杰伦高中时有一位初恋女友，是水瓶座女孩，非常难追。最后二人分手，周杰伦从此认定不与水瓶座的人交往。工作以后，唱片公司里只有方文山是水瓶座，周杰伦更确定自己一定要远离方文山。不过出于工作的原因，两个人不得不进行合作，但多数时候两个人并没有话语交流。某个冬天的夜晚，方文山交往多时的女友提了分手，伤心欲绝的方文山正在回家路上，却接到周杰伦的电话，问他有没有什么歌词可以用。气不打一处来的方文山对周杰伦吼道：“你自己找。”杰伦感觉莫名其妙，觉得方文山是个怪人。为了完成老板吴宗宪要求的歌曲任务，周杰伦只得向方文山求助他的歌词。他看到方文山的桌上堆着厚厚100份歌词，于是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用他的歌词，结果电话里莫名得到了方文山的怒吼，令周杰伦非常郁闷，再次确定了方文山是个怪人。后来周杰伦买了一个睡袋，每天睡在唱片公司不回家，日夜写歌。这让平时住在公司的方文山很惊讶，没想到还有为了音乐这么拼命的年轻人。由于深夜公司里只有他们二人，渐渐两人就开始无事无聊。方文山给周杰伦讲述了自己当兵退役后来到台北打工，并寄送了100份歌词给唱片公司的经历。看到方文山这么坚持自己的创作，周杰伦觉得这个人其实也不是那么讨厌的。周末的时候，为了改善伙食，方文山请周杰伦去公司楼下吃肯德基，两人经常为了省钱买一杯可乐一起喝，买一份薯条一起吃，两人的感情也慢慢发展起来。从1998年的6月1日，周杰伦创作的第一首歌发表开始，一轮新月正在冉冉升起。吴宗宪在这张专辑中采用了周杰伦创作的5首歌，一张专辑有5首歌都有一人创作，足以可见吴宗宪对周杰伦的重视。不过此时的吴宗宪并没有让周杰伦有出道的打算，
对于当时内向害羞的周杰伦来说，他也从未有这种想法。此时的人们还未可知，一股流行浪潮正在悄然酝酿着第一朵浪花。1998年12月18日，阿尔法公司属下由吴宗宪、倪志强、刘畊宏、朱云成成立的丘比都华组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《世界末日》，周杰伦又承担了其中四首歌的创作，连专辑名称都采用的是他所写的歌。来到公司的第一个整年，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交出了九首歌，已经凑齐了一张专辑。到了1999年，周杰伦的作品开始井喷式增加。这一年里，他相继为吴宗宪、温岚、徐若瑄、江蕙、动力火车、许茹芸、康静荣、王雪娥、王力宏、柯受良等人，一共创作了23首歌曲。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将泛黄的夜献给最孤独的月。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。虽然产量颇高，但多数作品是给公司内部所写，有许多作品投递出去却遭到很多人的拒绝，比如《忍者》《双截棍》《眼泪之道》等作品。此时刚刚接过公司经营管理权的杨俊荣向吴宗宪推荐周杰伦出道，吴宗宪觉得周杰伦形象不佳，性格也不适合登台演唱，此事也就此搁置下来。在这一年中，周杰伦和方文山正式穿上一条裤子，一个写词一个作曲的固定组合也就此确定下来。
为了获得创作收入，唱片公司启动了新人主动对外销售和推广新歌的机制。心高气傲的周杰伦不愿意低声下气对外推售自己的曲子，方文山便带周杰伦从事歌曲推售的工作，前往各个唱片公司进行推销。自此以后，周杰伦和方文山立下约定，但凡对外推销歌曲，一定是词曲捆绑销售，只要录用曲便必须用词，只要录用词便必须用曲。一次，方文山对外推销二人合作的歌曲《落雨声》，对方公司听了样稿后表示愿意录用周杰伦的曲，但是不要词。对方是一家大唱片公司，如果得到录用，能够得到10万元的酬劳，这对周杰伦来说是不小的数字。方文山没多想，就放弃了之前的约定，答应了对方，撤回了自己的歌词。数月后，方文山再次接到该唱片公司的电话，他们说，这些天公司找了好几位作词人去搭配周杰伦的曲，结果发现旋律非常复杂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填的超过原歌词，最后公司决定还是录用方文山的歌词。从1997年到1999年，周杰伦经过3年的蛰伏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合作班底，以周杰伦为作曲，方文山为作词，洪敬尧、钟兴民、林迈可参与编曲。这套阵容也正是周杰伦后来征战乐坛的御用阵容，他们厚积薄发，正在等待一位英雄出世的机会。21世纪即将到来，此时的乐坛，香港天王余温尚热，张惠妹、谢霆锋、任贤齐正如日中天，豪哲以超强创作能力在乐坛的地位急剧上升，他的到来似乎意味着创作歌手的时代序幕即将拉开。王力宏正值小伙，孙燕姿、SHE 尚未到来，林俊杰的出现还为时过早，华语乐坛的盛世还未可知。不过大势下的暗流却波涛汹涌，各路势力都在蓄势待发，谁能化身论剑剑指巅峰，谁能在茫茫歌手中杀出重围，谁能在华语乐坛留下一笔浓墨重彩，华语乐坛的历史又会如何改写，新世纪的到来是否会使其一跃全新，这一切似乎都值得期待。让我们暂时忘记继承历史，一起带着希望期待接下来的节目吧。